你阴魂不散吗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没那么讨人厌吧？如果我突然出现在你家的饭局上，你觉得我讨厌吗？不讨厌。行了，别说了。我想问你，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快递。你应该收到一个项链吧 ？Excuse me, this was left by the lady staying room 11259 last night. Could you please return to her? Sure, no problem. Thank you. 你如果把这个功夫放到正事上，你现在是不是已经是个成功人士了？那你愿意当成功人士的女朋友吗？我愿意做什么？女朋友啊，我这次来我就是想问你这个，你愿意吗？ 这样吧，要不我做你的姐姐吧？也行，就是那种小姐姐，你对待普通人、陌生人那种称呼。别跟过来啊！别跟过来！恩姐，我真的想跟你聊聊我男朋友。晚上不要谈感情，不理智，跟我进来。我真的想跟你聊聊。